华坡关圣宫少师队 B 组呈现的装名是乱云飞渡仍从容。啊，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安排出场方式，那么这个方式呢也称为是狮子出洞。现在我们看在舞动这头狮呢，就是鹤山造型的一个银狮，一个轻轻的滚翻，一个跑动，很自然很轻松的把狮的那种喜表态出来了。两个人舞在头狮，站在一条细细的钢线上，轻轻的一个动作，有时候并不是要刻意的把难度做出来，但是很自然的用一种形态表达，把观众的心呢也牵涉在一起了。